这一次为了展现给大家尽可能是真实的东西，第一点我们要去掉景片感，我们几乎不用棚去完全搭建出来，我们完全是从前期可能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去找实景的棚，或者说我实景的场地，然后从实景的场地再去做大量的改造。